降价了，降价了，哥哥姐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咱家这款八旦木瓜子仁又降价了。之前9.9买30包的哥哥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啊，因为咱家呢现在都已经卷到了8.8，并且呢不是20包，不是30包啊，是整整给咱弄50包的。它每个呢都是这种精致的独立的小包装啊，特别好。哎呦，中间呢是一整颗巴旦木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而且呢它这个表面没有多余的糖分啊，咱吃起来不会粘牙，特别的清香酥脆，而且它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只有巴旦木还有瓜子仁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，关键咱现在啊，5.9的价格整整包邮30包啊，8.8直接给您撸50包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特别酥脆，这感觉啊，就像咱小时候一把瓜子放嘴里啊，特别过瘾。